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这个其实是一款超舒服的自充气户外枕头，自从睡过它以后真的再也回不了头，是真的非常舒服。它就是奶酪自充气户外枕头，来自我们国产的露营品牌挪克。自充气的原理相信很多玩户外的朋友都很熟悉，它里面呢其实是填充了海绵的，所以当我们打开气阀的时候，海绵呢就会膨胀，达到自动充气的目的，大概能充满 80% 的气体，然后呢你只需要简单补一口气，它就可以被充得这么饱满好看。一般的自充气枕头啊，还是能感觉到它是塑料的和充气的那种感觉，但是这一款啊，它内部填充的海绵结构是这样的，所以它的支撑性非常的好，而且它的表面呢又薄薄的追加了一层棉的面料，很像那种高级的硅胶弹力枕头，完全没有一般户外枕头那种又硬又弹然后动静又大的问题。也因为它用的是高弹力的这种镂空的海绵啊，所以它收起来也可以压得比较小，方便户外携带。第二点让我非常惊喜的是，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是有弧度的，很适合像我一样颈椎不太好的路友，一整晚都不会起夜，第二天睡觉起来也不会落枕或者脖子不舒服。总的来说啊，在户外能睡个好觉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。我前前后后其实已经睡过四五款枕头了，但是这一款枕头每一次都能让我一觉睡到大天亮。虽然它价格不算便宜，收起来也不算特别小吧，它带给大家的是极致的舒适性，所以如果大家在户外睡觉睡不好，或者说是你对睡眠质量的要求比较高的话，我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一款枕头。毕竟在户外确实要睡个好觉才可以得到真正的放松，真的非常推荐给各位。